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饥饿鲨世界。我是老头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这个鲨鱼哈。那老头呢，上一集有说过，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来玩我们的公牛鲨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呢，老头想想哦，我们还是依照顺序的继续往前玩好了。哦，然后所以说老头呢，就利用了这个长尾鲨，把我们的这个锥齿鲨给训练了出来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就用它来打看看好了，看我可不可以解出一些新的关卡之类的。那么老头稍微看了一下右边的他的这个鲨鱼任务，其实好像没有特定的条件，就是说没有要装备特定的这个装备才可以获得。啊，这只鲨鱼感觉就是很单纯的在拼分数而已哦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稍微来用它来玩看看。啊，看它顺便可不可以来解除一些。没有办法过的地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试试看吧。哦，这只鲨鱼的体型呢，好像比之前的鲨鱼还要再大一只。然后该怎么讲？它只需要咬一次而已，那个人类就被吃掉了，还蛮棒的。哦，我们走看看啊。哇，走路怎么悠哉的这样子？可恶，过不去。完了，我太肥了。哎，不知道那只海龟吃不吃得掉啊？可以吃的吗？还是不能吃？那海龟还是吃不掉。不过已经可以证明了，这只鲨鱼哈，咬那个什么，这只鲨鱼咬人类一下就可以咬掉了。其他鲨鱼我是不知道啊。然后你就看到老头身边有一只小跟班，有没有？那是刚刚所使用的，会帮忙吃一些周围的鲨鱼。哦，不是鲨鱼，周围的鱼。哦，这只体型还蛮大只的，不过能不能撞破石头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们就先吃，多拼一点分数。来，希望这一趟呢可以带走一些任务哦。啊，可恶，螃蟹不能吃。刚才那只螃蟹怎么掉下去了？算了。海龟不能吃，应该是公牛鲨才可以吃海龟吧？我想，没关系。哎呦呀，这个很痛，我不想那么快就死啊！我觉得这边跟墓碑嘛，很多道具可以捡，还有宝箱来的了。啊，开到什么？开到钱，冲就对了，冲就对了。啊，冲不过去。哇，无敌乘以三！哎，我连这个水母都能吃了，真假的啊？我完成了一个任务了，我现在是连水母都能克了，还不错哎。那为什么螃蟹不能克？螃蟹知道怎么一个克法？把它给撞倒吗？说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撞螃蟹。我就吃螃蟹是不是要有一些技巧啊？不然怎么感觉都吃不到的样子？哎，你咬屁咬！你这么小一只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完了，我要被炸了！哎，自不量力啊！完了，这也不能吃！哇，我要死了！快点，这只鲨鱼给我丰富的食物来源！完了，我要多补一点血，我会吃人类了。补一点血就吃人类啊！屁啊！为什么不能吃？变身的时候才可以克啊？好吧，好像是变身的时候才可以克的样子。吃金币人类。哦，我这边上去好像没东西，我记得。哇，地图上没有写，对，上不去。好，我们前往那个山洞地区好了。不知道先那个火山看一下好了。刚好我身上有那个火山抗性，哦，就是烧伤减50%的抗性啊，应该是还可以撑得住。哎呦，这个居然要咬两次，非常好。哦呦哦呦，干什么东西？我看到钞票了，钞票是我们那个任务的一个其中一项道具啊。干什么东西？好嘞，嫩，
哦，应该是可以避免我被烧伤。你要说烧伤的速度变慢了、啊。我靠！哦，我找到地图。下一个任务要找地图了，是不是？任务地图，谁会知道这边的地图在哪里啊？哇，烧到有点痛。别！我靠，射屁射！哎，这可以撞吗？来，我撞看看好了。可恶，需要更大的鲨鱼儿，还是不能撞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撑很久。我们有这个减少50%伤害的，我们撑多久就撑多久，非常棒。哦，任务完成了呀！你是我的，太棒了！哦，被烫到抓不住，我赶快跑，赶快跑。这边都是非常的不友善啊！这里 ，OK， 我会死，会死。哎呦，再被颠到就要挂了。Oh my god， 我快死了！给我人类！哎，为什么血突然变满了、啊？好神奇啊！为什么血突然变满了？看一下这里，这边右边两边应该都上不去，我们只能往下走，然后还要找地图，我们只能尝试走下面那一条啊，好吧，尝试走下面那一条好了。那个螃蟹是怎样？往下走，往下走，要避开这些炸弹啊！干什么东西？走错边了，哎，林北要死了，不是吧？不是吧 ？Oh my gosh！ 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撑着点，撑着点，撑着点啊，各位，撑着点，撑着点，多吃一点鱼肉，没问题的，你不会死的，相信您自己啊，相信您自己。Oh my gosh！ 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吃了不少了，玩了6分钟多。地图我来啦，先把你们吃了再说。嘿嘿，哎、欸、跑嘞，克了你，快来给我地图，黄金男子汉。黄金男子汉去吧，黄金男子汉。现在林北是鲨鱼，好不好？这些小鱼都是我的战备粮食。所以说地图要去哪里看啊？该又被电了。我猜搞不好在这里。没有。吃吃吃。哎呦，又获得了一个任务，应该是说又过了一个任务。看一下，2、3、4，我们还有4个没过啊！啊，电电的，我被电死了，我被电死了，干什么东西？我还咬我，很会哦，很会咬哦，啊！我靠！不要那么早死啊！干什么东西？下面那只也是，你想干嘛？哦，吃到一个钞票，我们很需要。然后看一下地图哦，我们上面走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选择往下走。我觉得地图有很有可能在这里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小心溜前面一个钞票。有没有东西让我们捡啊？螃蟹在那里，钞票一个。啊，好像没了。好，没有了就没有了。我以为那边会有我们的地图呢，原来没有，算了。哎、欸，帮忙咬，快点，快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要在这个时间点
给我，你睡休想跑啊你！在那边，我有哇，这边的鲨鱼，别跑别跑！我现在在哪？哇，又走错边了，为什么老是走错啊？走开走开走开！老是走错哎，那个乌贼应该是不会攻击我吧？啊靠呗，靠呗，我要死了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 弄我的人都得死，我告诉你，黄金沙，哎，食物来源，别跑别跑，看到补血我就愉悦了。最下面还没找过，不过我想要先往这里看一下，这里先看一下好了。那是海盗船，我靠！哇塞，拿鱼叉叉着很痛。Oh my gosh！ 别要那边乱拿鱼叉，你妈没有教过不教过你不要那边弄鱼叉乱搞人吗？啊，你是唔通的，你知无？撞不掉啦。船在上面撞不掉啊！欸，它上面也能撞，两边都不行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塞，这边也太难了吧！地图嘞，大哥，地图在哪儿？感觉上面不是这里，就是左边那个一号，一号很像洞窟的地方了。我们下一局再去一号洞窟。哦，乌林贝六不行。好吧，这次我们就不拖泥带水了，直接到最右下角那一个一号洞穴，那应该是洞穴吧？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这次目的是来找地图的，好不？是现在还身体还健朗的时候，还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以及生命的压迫的时候，啊，很顺利的我往下游了。我是不知道他每一次的地图都会不一位置都会不一样还是怎样啦，但是哦，还是就凭自己的感觉哦。宝箱开一下，咬屁咬，捡到钱了！哎哎哎，咬我很好玩吗？啊，找死啊！不抓，往下往下，死吧你，死吧你！为什么刚刚咬一千个，然后这个就咬三百，咬两百多而已啊？到了，结果是一只大乌贼。哎，好不容易下来，就你给我一个大乌贼。所以地图到底在哪里啊？而且我快死了，妈的！咬屁哦！不要逼我！地图嘞！哦呦 ，Oh my gosh！ 差点往生啊！色三小，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用到公牛沙才有办法哎。看不到地图就算了。我靠！我靠！咬死你！咬死你！有。好吧，那我觉得地图在这附近没有，我只能用另外的方式了，就是。啊，最简单的地方就有地图，而且是我们能活动的范围，就是火山。咱们来去火山喽！啊，咱们来去火山喽！这里往下游是没东西嘛？不要咬我啊，白痴哦！给我钱！算了，不给我钱就算了。
没看到地图，先往这边流看看，看可不可以流到什么东西来着。我有差点被炸弹撞到，哎呦，My God！食物啊！谢谢你供给食物来源给我，食物啊！谢谢你，大量的食物，大量的食物，生气啦，食物暴走了吗 ？RIP 那边也没了。难道真的要在火山那里找？我不相信。色山小，火山那边是有点危险啊，火山那边有点危险。我先尝试着这附近看看，找一下好了。找一下。干你老师，一直射。我想说，你不要跟我讲说地图不是在这个地方，是在打破那个墙壁之后的后面啊，会弄人哦。钱，哎，我把海龟推下去，好笑。破坏，干，怎么会一个撞死你？哇，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啊？Oh my god！ 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无血，咬嘞，什么东西都有啊！哇塞，越来越难了、欸、我现在发现这样子玩到后面越来越难了、欸。时间一久，它那个地形啊，鸟猫的东西一大堆。你看，像这一只，看我死了啊！地图到底在哪啦？算了，我放弃了，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用公牛沙找，我不管了，这只应该是过不去，所以拿不到，好不好？放弃，好吧。哇，多了还蛮多东西的嘛。哦，侦测到海盗硬币啊，或者是头目伤害加二啊，获得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吸收水雷、长枪、子弹，还有其他的伤害。这还用说？装了啊，还可以吸收嘞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哈。那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好玩。我觉得虽然地图好像据我所知只有三张，但是应该游戏性应该不错啦，因为有很多鲨鱼可以玩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偷，我们下一集饥饿鲨世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